好，我哋好開隻、上集大家喺度要我哋開，但我哋冇開到嗰隻咯。好啊，好啊，好。咁但係要轉轉手先。咦，咁啊，風弟弟，你就喜唔喜歡呢個？嗯。get 彈嗰啲嘢。我有睇少少。好，好，好。咁我就即刻轉翻我揸翻雞先。好啦。好啦，真係冇辦法啦，因為需要轉人時間咧，我決定為大家獻上一首。我諗唔起如意轉手歌點唱添。個個都驚我整爛啲玩具。係咩？係啊。幫手鬧沙拿，點解鬧佢？因為我之前真係試過將隻高達亂咁砌，跟住。哦，現實。好耐之前。現實唔會幫你擋刀，原來俾你捅多你一刀。準備好未？好。達哥 ，OK。哇。好呀。玩具 TV 第九季第九集，不知道第几節，今次就都不是叫今次的了，前一次带了一盒东西过来，谁不知道没有包到，结果被人闹，闹饱完一大轮之后呢，覆卓了，覆卓就今天带回这盒东西回来再爆过的。好，地球最后的三分钟版Black Getter， 老實講，本身套嘢咧，我就真係淨係追到呢一個漢化嗰一集，冇記錯係第十九話，就講到啱啱開始有 Getter Wings 嘅。咁所以究竟呢一部 Black Getter 係唔係平行世界嘅流龍馬駕駛嘅咧？咁啊，有勞呢一個即係觀眾俾翻少少資料我啦。咁啊，個個都話 Background 快查 up 完。咁啊，梗係啦，大佬。終於等到啦！本身其實我亦都吐槽少少咧，我係好少可千直面嘅嘢冇去訂。呢節嘢我真係冇訂到要走去後追嘅。我都真係幾失策嘅一件事。咁啊，當然啦，其實如果大家有買過之前嗰隻三一，基本上係一模一樣嘅。哇！呢啲話禮啊禮啦，真係。今日咧，我哋以舊帶新，以老帶嫩啊！係啦，咁啊，嗰兩個就係阿德哥同埋阿 Walker， 亂曬龍開亂曬。咦，頭先我都聽風爺你有玩呢、這個，都有睇呢、這個。風爺你好嘛，風爺。唔係我呢一套係漫畫嚟嘅，我都係睇咗一兩集。因為都漢化比較慢啊！哇，大佬我真係乜 Q 都未拆嘅，真係。睇下讀唔讀到呢個模型友先，唔好聽模型啦。多數。紅色版和黑色版一定出嘅，係唔係出得紅色版一定出黑色版，都係嗰句。但係黑色版唔一定喺動畫出。冇錯，佢嗰個頸巾原來係要自己翹嘅喎。哇！喺呢啲咁嘅，係咁反而真係，我幫幫手都開一開個說明書啦。個個都喺度話你驗屍官 QC 喎。係啊，我開即係第一次開嘅，跟住望下咩三長褲短啦，大佬。跟住就等人等你話拋翻出嚟啊。梗嘅咯，換價啦。通常我八折跟住是但揾個地方捐咗佢嘅，我呢啲梗噶啦，啲刮開我嘅其實都知道我玩法噶啦，基本上都。咁我哋幫你整翻佢啦。睇先嚇，誒上嚟煮先。冇事，唔好意思咁多位朋友，今次呢一隻我幫唔到大家啦。暫時冇事啊。咁好啊，玩完之後冇事啊。好喎、啊，你喺街上買翻嚟，即係冇做妹啊嘛。係，咁啊，條頸巾點薄啊？我最近係呢一個，就咁樣嬲住人。應該係隨意啫嘛，我睇下先啦。新年你冇機會啦，你話冇事啊？係啊，頸巾。I'm so sorry。哦，真係咁樣打個圈啫喎。好。係咯。風爺，依人叫你風爺啦。啊，風爺冇啱啦呢個 title fit 啊。上嚟一次就已經即刻大咗幾廿年。係啦，頸巾真係上嚟一次就即刻老咗啦。真係咁樣圈一圈嘅啫喎，咁佢就有分左右，但我冇所謂。黑色衫又一定有。嗱呢度係你冇頸巾唔似樣嘅，即係唔係黑衫一嚟嘅。堅死可憐嘅衫。唔好意思，我早排捐係捐呢一個有兩個窿喎。寫個老人乜乜基金，我唔記得咗。有人話正價接，而家揸車嚟攞。做乜出邊冇啊？係咪斷貨啊？冇，好似係。出邊冇啊？原來。呢兩個要拆咗先至可以上到。係啊，冇錯。不過係咁依望一望，因為我諗住即係趁未正正經經搞嗰時候，可以喐下佢啲手腳關節。好啊，咁啊，大致上就咁嘅啫。咁啊，因為本身後邊個斗篷咧，一陣先搞，因為我想冇喐喐嗱，俾大家睇一睇啲可動性先。咁其實如果大家有追開上次嗰集嘅話，其實基本上一模一樣噶啦。不過
最大的分別就是這一度對鏡頭，對鏡頭不是我在介紹這一個，因為基本上最重要就是買它買什麼呢，買個頭啦，買這條新的頸巾啦，還有買這個充滿了鼻印的前鼻的，給足你的了，當然是不可動的，這個手關節就跟同舊即跟之前的紅衫是一樣的，哦，它不是每把刀都有關節的，是的，所以要留意緊的，哦，不過其實我喜歡緊多一點，哦，拳頭的釘是不是什麼是多少是喎，望翻啊，識貨，誒，留你喺度有用嘅，真係不嬲有啦。嗱，哇，嗱，本身另外都可以望翻佢個拳頭嗰啲金色位，咦，唔係拳釘喎，原來真係一樣嘅啫喎，望翻真係冇分別添，但係佢本身上色都好清晰㗎啦。誒，佢冇釘嗰個，冇拳釘，係，所以即係淨係呢一個個頭多塊布。呢個應該有嘅喎啲釘。哇！呢幾粒嘢嚟做乜蛋？咁啊，都係嗰句啦。既然咁突出嘅換臂手法咧，都真係再講多次嘅。正常嘅拳頭，佢竟然係用呢一個 U 型 shape 嘅地方去扣翻實呢一個 join 位，就同坊間所有嘅拳頭設定都係有出入嘅。咁所以變咗都係嗰句，如果當你係要手持重型武器嘅話，你就真的不用擔心了，它一定不會跌也不會甩，因為是用扣入式的，是啊，不過這個不搞它了，也是Louis，德哥不放這隻，他說QC沒問題，是啊，QC漂亮，不錯，你可以兜回家先行，那麼可動性，那麼頭這個就拆回去先，方便一點，它還有假的，是啊，係冇配件，哦，秋葉原唔缺貨，不過要去飛去日本買。嗰人話個飛日本都仲抵嘅，買兩三盒可能。哦，你可以，因為你扣翻税，向上望咪得咯。向下望。係咯，佢做假嘅，唔使擔心嘅。兩倍。兩倍價錢買喎。唔係咁，你而家炒價都係二千幾啫。本身的都是二千多隻，本身的都千多嘛，是千七1680，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哇，這麼快炒起了，哇，沒貨嘛，真是，而且這隻是我覺得都是千隻鏈其中一個比較前後千隻鏈那些零的角度，本身的肩甲位方便你可以拉翻個拳頭上去，咁當然你要留意翻啦，因為佢個可動性真係高，好容易就會夾撞夾嘅，特別係撞到個頭，所以唔好亂嚟。手夾撞線添，夾撞夾，黐住都得嘅。佢本身呢一度係二重關節，睇翻個金屬夠位，近乎可以對接咁多。係啊，金唔係對，直頭係對接。睇過，試多次。對接啊，對接，佢相關節，完全相關節。所以基本上手的可動性是瘋狂的。個關節是金屬的喎，係啊，金屬的，金屬的。咁所以變咗玩就唔使擔心啦。哇！有人話買到299啦，已經。3000啊？係啊。唔好，唔係真係唔好買。你老實講，真係過2000要考慮。佢加咗句嘅就係孫物家個表親，黐孖，黐孖。我哋腰都腰得幾好，咦？佢呢個係鬆嘅喎，呢個係有啲虛位預翻你向前同向後咬，兩個關節咯。係向前係好可怕嘅，可以鞠躬嘅。搭車暈車落咬嗰陣就變咗。咪向後就爭少少，但係都已經好正。咁左右唔使講啦。有冇得咁樣咬腰啊？Good question。呢只我都玩，因為本身係少少係波 join 咧，啫嘛，可以喐。由協位嗰個關節，千隻鏈冇問題，係嗰啲 engineering 癲，咁啊，另外腳關節啦，前邊嘅護甲拉起咗，斜咳嘅裝甲，唔係斜咳嘅關節，呢個係同一般嘅即係可動向前嘅大髀關節係有出入嘅，所以就變咗。就不可以垂直踢了，變咗係啦，要側踢，一定係側踢啦。但係你側踢本身，因為佢仲有一個拉喐關節咧，就呢塊甲會頂住嘅。比較窄，呢個方向。但係呢一個甲我亦都可以褪上褪落，所以變咗佢一樣係可以踢翻去嘅。呢個連動就做得靚啦。同樣地，
對接。好癲啊！係呢個 engineering 做得好好，或者我如果用佢呢個後邊去睇咧，你生啊，你好似有啲興趣，係啊，剩翻剩翻價咯，200几係嘛？佢都有賣，係啊，咁啊啲位收得好靚，$299開始知知地嘅，開始都知道呢啲位啊，識得欣賞。我頭嗰個釘紅色版有冇？都有，一樣，係咁樣，係啊，因為都係嗰句啦，即係你寫啊，嗰條友係咪叫山下榮一啊？我唔係太記得個名，佢哋啲機設 design 好正嘅，真係，即係 Utalamon 又係腳，同埋啊，即係話翻兩頭，佢哋最中意 design 嗰啲腳咧，都係非常之細。這個真是它的特色來的。 Devil Blame 又是，這一部又是，但我真的很buy它們的設計。好了，可動性基本上就是這樣了，瘋的，簡單來說就是，本身配件就是跟上次一樣，一樣是有回換件的 Getta Beam 啦。它 Getta Beam 是有三嚿的。是啊，咦，是啊，應該心口還有沒有 pass 的？我用有一粒很小的。哦，你收回了。太小粒了，所以不敢拿出來。沒錯，那 Getta Beam 換回這一粒。三個 Getta Beam。是啦，還有本身可以看回，哇，這個是什麼字啊？龍，真是流龍馬用的，如無意外就，是啦。所以變了，哇，真是都有一句，如果真的喜歡 Getta 的話，好坦白說，這個我都真的挺推介給大家。咦，哇。佢個連動都 OK 喎，就方便翻你喐上同喐落。清水榮一，清水榮一同埋兩條友噶，另外一個咧，算啦。未有人答，應該未有人答嘅。我真係突然之間我諗唔起。好，係咁啊。呢個咧，我亦同紅色版本應該一樣，但係呢個睇到佢啲誠意就係，其實嗰個手咧，佢係重新，即係其實分咗件嘅，即係你唔好以為咁個手係雕埋個武器度，其實你佢係手還手，手還手，武器還武器，跟住佢就會再係重新組噴完油之後再組翻落，組裝翻啦。所以你見到係佢冇乜穿崩位嘅，即係其實真係似一隻手揸住一個武器咁樣嘅。呢個我諗緊紅色版本都應該係咁做。清水榮一成下口自語語係咪？下口自語咩叫？這個應該是阿迪嚟嘅。唔該曬。check 多次啊，唔該。confirm 啊。阿迪話就係噶啦，唔理佢。唔知阿迪都有好似。有呢啲冇得走嘅真係。清水。所以其實都係噶啦。如果真字呢個字係讀魚啊嘛，冇錯啊。禮衣邊左谷係魚啊嘛。字語啦，字語。都係嗰句啦，即係如果真係中意 Getta 嘅呢一隻，基本上都冇得走噶啦。咁啊，反而要玩嗰陣時就留意本身，唔好因為佢嘅可動性咁強而喪樓。唔係話唔俾你喪樓，而係好容易因為本身佢個設計關係咧夾撞夾嘅話咧，呢啲灰色位就會花嘅。咁本身著色嚟講，其實都係一貫黑三一嘅顏色啦，黑色、綠色同埋呢一個淺灰色。咁本身都係全上色嘅，而黑色本身就係喺黑色表面就打咗一啲 gloss coating， 所以變咗成隻嘢咧都唔會覺得膠。咁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噶啦。咁啊，至於其他部件就同呢一個紅色嘅 Getta 一樣。咁啊，變咗，如果大家係有買到佢嗰、那個超進化體配件嘅話咧，不妨試下加落去。不過我可以話俾你聽，啲顏色係完全格格不入嘅。咁啊，大致上好快咁啊，同大家玩住咁多。咁啊，記住，如果真係玩嘅話，配台座，因為佢始終雖然關節好實啊嚇！你未落披肩喎，你唔好有趣。落啦，算啦。咁啊，都係嗰句，即係你靠呢個位置去企嘅話咧，你揩硬嘅。咁所以都有一句，你唔想即係千幾蚊買翻嚟，就要2000几蚊買嗰盒新嘅話咧，配台錯玩啦。好咁啊。冇問題啊，但係呢個其實呢個造型本身係喺個動漫入邊有啊，定係話重新即係架空咁樣諗出嚟？我覺得幾大機會原著漫畫可能有，不過我未睇到。我重新我睇到係漢化版第19话，啱啱隻 Getta 出 Getta Wing 嘅啫。咁啊，我冇記錯。另外，玩具日報啊，4G 版主有講過話，其實都真係有呢部黑衫咧，就係流龍馬用嘅。嗯，真係有。啊，聽講我未睇到。因為好似係最後之日嗰陣時出隻三一黑色。Emperor 同埋 Diaper。就之後就出
兩者一齊出㗎嘛，即係紅色同黑色咁樣一齊出㗎。哦，即係真係平行世界嘅流動物啊！唔係，但係最後之日就普通嘅三一有黑色版嘅，但係真三一嘅黑色版咧就冇出動。哦，係啦，就應該係自嗰陣時開始咧就。為了出玩具咁樣出，所以我呢隻我真的不知道會唔會出。係，但係都係嗰句，即係你問我本身即係流龍馬本身個人氣已經高嘅，咁加上喺呢一個地球最後之日嗰陣時個 Black Getter 嗰個出現嗰個震撼場面咧，哇！真係型到跌渣，即係咩叫一熱血。二男人的浪漫，三哇佢嗰、那個即係瘋狂嘅表現，即係令到出 Black Getter 由嗰一集開始就成為咗必須要做嘅事，即係可以咁講，同埋真係一冇多用又係賺錢啫，大家都開心，咁咪大家都 happy 咯。爛斗篷啊嘛，型啊嘛，仲要轉出嚟咁樣，大佬真係。之前出嗰只紅三一咧，個斗篷有冇嗰個噴嗰個燒窿嗰個色㗎？哦，冇㗎冇㗎，黑三一全部黑三一先至有依種嘅 style 嘅。即係紅三一就一定是完整的披風嚟，所以佢呢個燒窿物，呢個都是賣點嚟，呢個係好型嘅。因為上我諗起 X 啊 ，R1 係啦，咁係熒光幕咧，隻色就橙咗啲咁多嘅，實物隻紅色咧就冇咁橙嚇，咁但係嗰個噴嗰個陰影咧係應該再窿少少嘅。我暫時睇電喺個電話度睇個色就冇咁顯。好啦，有咩評價？冇喺我手啊，驚唔驚啊？而家三千，係啊！佢哋嗰個問花咗未啊嘛？花咗都兩倍啊！佢哋話：哇，好聚首啊！佢都我估唔到，係合金成分重嘅，係啊，咁抵啦！其實呢只都，因為真係我頭先望嘅時候，我以為佢唔係點喐得嗰啲嚟咯，係誰不知？點知你係咁扭，係咁扭喎？咪換個攞嚟扭噶嘛？係咪？咁你有啲係真係扭唔到噶嘛？真係 OK 啊，仲好吉手添，好尖㗎，係啊，真係整到好尖啊！我拎上手係吉噶喎，即係睇下嗰塊面咧咁細塊。好精密啊，係啊，估計唔到。係我連啲驗屍官咧都 so far 見到都冇乜大挑剔。咪佢個頭先正，我覺得頭好靚。哇！佢仲要勁尖喎，真係好吉得。不過我反而係中意啲字，其實都真係好仔細咯，佢都整得。同埋都啲黑紋紅色嗰啲點綴位啊，嗰啲都好好絕。好咁啊，今集玩住咁多先，跟住我哋唔好俾佢停，依個靚靚牌牌，靚靚喺嗰度。Sorry。大家想爆咩咧？金毛獅王啊，有人笑好金毛獅王。我哋呢啲好聽新啲話啦，好易話為嘅。好，終於有時間唱歌啦，準備啦喎，大家一首。